徒弟已经把房子都卖掉了，那就没关系，我师父啊，师父让我看。对啊，卖掉房子，家里还有住的，有地方住啊。我爹妈甲讲啊，人两卡钱四卡，两卡要六四卡，六袂付，六袂着啦。嗯，心情安暖，心情安暖，心情当然足好啊。阿妈是足紧张的咧。你虾米？虾米？紧张？因为恁要来啊！我听到恁要来，我哦，足紧张的咧。真久唔捌看，紧张讲，紧来甲恁看一下。啊，来互恁看，啊，装袂紧水。那今年会不会跟亚兰有作品？我就是鼓励他，大徒弟嘛。他跟我很久了，啊，他也懂得也不少了，所以我鼓励他。有的好剧本，有的好戏，一定要推出。我就在幕后再推，再帮他来推。阿玛斯阿姨，拜托我们台湾人出一个气，这个文化不能没有的，一定好好把握，对不对？代表台湾。我欢迎，我好，第一会用学台语。哦，啊，第二个会用会当做做人做事，饮水思源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唔年老，无要退休。食过愈老，嘛要保托，嘛要维持乖。乖也是应该，我爱来回馈啦。回馈，回馈，对。可是像亚兰姐，就徒弟已经把房子都卖掉了，那就。没关系，我师父啊，就靠师父。师父让我靠。对啊，卖掉房子，家里还有住的，有地方住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家里要住的。对。我爹妈甲讲啊，贵人贵人，人两卡钱四卡，钱若唔要着你哦，你两卡要着四卡，你袂付，你袂着啦。阿姨讲过年拢有去倒佚佗无，还是拢在创啥？即马拍牌坐袂调啊，较早是有当时用好朋友聚在家里训练脑力智力，怕老人痴呆。啊，就是过年啦，过年我们的传统都是朋友来啊，哦，吃吃饭啦，聊聊天，这些来的都是老朋友嘛。